大家好，我是王璇。今天的闲言新闻又和您见面了。据日本放送协会26日消息，朝鲜已经正式获得了2012年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转播权。亚太广播联盟主席金仁贵当天宣布，联盟已经同朝鲜中央广播委员会就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转播权达成了协议。据悉，在此之前，金仁贵就此问题专门访问过平壤，并且进行了详细的磋商。根据协议相关内容，朝鲜可向伦敦派遣由6名成员组成的广播团队。就此，金仁贵表示，这是朝鲜历史上首次向奥运会派遣广播团队。此次协议的成功将对进一步促进朝鲜融入国际社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此外，朝鲜还将在通信技术、实况广播、节目制作等方面得到国际社会的多方支持。好，今天的播报就到这里，当然还欢迎您点击我们的网站，浏览我们为您准备的其他内容。我们的网站是 www.cn.cr。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